瀑布有逮了30天才逮到的纯野生黄鳝。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黄鳝也特别难逮，在上海这个地方能吃到纯野生的黄鳝也是特别难的。好，我们废话不说了，我们开溜。喂太多的，咕嘟喂的太饱了啊、哦！养了三只。现在我们大蒜准备开了，把大蒜开开，开开的话喂的刚好入味。生姜的话准备8片。烧至五成的，这个就把它配掉，因为本身这个它就是野生黄鳝，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大料。现在我们下入大蒜。增加，把这营养放入发酵，然后把黄鳝倒进去，把它煸熟，先煮一下菜，一勺饭，加入好油，再加入刚好粘的自来水，火开之后焖那个20分钟。小火焖，它都会就释放出来了。继续焖5分钟，出锅。今天的菜就这样。吃到嘴里，肉和骨头是分明的。